花莲市正安庙八号盛大举办古宫三王圣诞全国联合祭典暨建庙76周年的文化祭，而全台有近千名的信众前来进香参拜，共沐神恩。而县长徐祯蔚、立委傅昆萁担任三县祝圣大典主祭官，诚心祈求古宫三王庇佑花莲。联合祭典由县长徐祯蔚、立委傅昆萁担任主祭官，中华大教古宫三王弘道协会理事长吕信彪、正安庙管理委员会主委陈登春担任陪祭官，共同来参香祈福，呼吁花莲阖家平安，正安庙香火鼎盛，庙运昌隆。古宫三王相传是宋末张溥坚持抗元的柳信、叶岑、英勇三位将领，三一四结为金兰，并替天巡守，驱魔除妖，又称古宫三王。台湾所有三王宫庙都以张溥抗为三王宫庙为开基主庙，如今全台共计有100多家三王宫庙，香火鼎盛。张庙表示，每年的农历11月15就是古宫三王当中三王宫的圣诞千秋的日子，即所谓王宫生。花莲市正安庙也邀请了全台湾的宫庙前往现场来参拜，庆祝三王宫的圣诞，包括花莲大富富安宫、无泉顺天宫、三仙和正安宫、宜兰圆山三贤庙、南方澳镇南庙、五老坑大敬庙、东山静心宫、保安宫、西安正安庙、二节王宫庙、美福正安庙、壮鹅正安庙、壮吴正安庙、桃园大园福元宫等有宫参拜盛会，同时邀请法师办一天一夜的法会活动，祈求花莲阖家平安。记者蒋永义、黄世伟报道。